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对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爬一下千佛山，对，也带大家看一下济南的怎么说呢，三大名胜古迹嘛，差不多吧，千佛山、趵突泉和大明湖。看，我们今天就要去千佛山，四颗星，地址，然后你怎样到达都有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出发喽，我们要去千佛山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都饿了，中午没吃饭。来，我们去吃什么？哦，对，浙江菜馆。为什么要吃浙江菜呢？因为我妈到处充卡。我妈有一个习惯，我妈就是去任何一家店都喜欢办卡，就特别不经忽悠。别人说，哎，今天办卡，我给你赠200块钱，或者今天办卡，我给你这单免费。哎，没事，你已经大家都已经见过你了。就比如说今天免单，或者是给你打个8折，给你打7折，我妈就。对啊，是说你妈特爱占小便宜。这就是我妈办卡的地方。哦，招牌菜。哎，我想尝一下脆皮金肘。我要去吃饭了。这个超市其实还有一个区我特别喜欢逛的，就是清仓区。对，你看这里买一赠一，就很喜欢看到这种东西。哦，对，我之前有一次在广播里有说，我说我会买一些速冻水饺啊，就是我感觉就是对，我会买这种就看起来，哎，对，我这种就看起来还比较健康，但实际上它可能应该，我也不知道健康不健康，我可能会买那种菜比较多的水饺。我们就决定去爬一下千佛山。